尔湾又有全新的大独栋景观房了。这里呢是位于尔湾 Petula Springs 的社区里面的 Olive 的这个新楼盘的开盘现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这次呢一共是100栋房子，这次呢一共是有三个户型，从2870尺到3220尺，有四房也有五房的。咱们现在视频里看到呢是它最大的户型，3220尺的。简单的总结呢，都是两层的大独栋别墅，都是有车道的。那么一楼除了客厅厨房之外呢，都是有卧室的，并且有独立的卫生间。那么二楼呢也是有客厅的，同时呢还有三间卧室。咱们从窗户看出去，远处的这是城市景观的地块，一共呢是有19个城市景观的地块，22个面向山的地块，另外呢还有7个面向泳池会所的地块，所以呢还有52个就是没有任何景观的地块。它现在呢是从230万起，那么最大的户型3呢是270万，如果是有景观的呢会从320万起。税率呢是 1.3%， 物业是180。其实呢这几个户型的区别就是在二楼是不是两个卧室共用一个卫生间，或者是都有独立的卫生间的区别。我这里呢给大家准备了户型图、地块图还有各种资料，有需要的可以单独找我。第一批呢大概会是在明年春天交房。感谢您的观看，谢谢。